最后一个奖项，嗯哼，这个潜力新星网络音乐奖。哦，网络音乐，那你应该很熟悉咯。 Yes， 毕竟你是歌手来的，也是音乐人呐、啊。哦，音乐人是，失敬失敬。以音乐人的身份来揪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入围的影片有哪些呢？Karen CC， 傻眼了。有婷老师，抓狂，都因为你。还有最可爱的开水小姐也入围喽。开水开水，还有我们的蔡佩萱，最受瞩目的新人蔡佩萱，又一乡人，乡人乡人，睡个午觉，睡个午觉，哦，粉丝很多哦，睡个午觉，睡着睡眼睛闭闭，梦一梦没有声音。哎，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你这首爱唱哎，你这首很好听，睡一个午觉，真的好了，紧张的时刻哦，网络音乐，现在这个入围的歌手都坐在后面，对不对？你看得到吗？挥手挥手，都在同一区，嗨嗨嗨嗨，紧张吗？什么？我怎么有听到一个很粗的声音说开水？有婷老师在哪里 ？OK 哦，佩萱。还有，佩萱那边嘛 ，Karen CC 呢 ？Karen CC， 耶、yeah! wow. ！还有谁？还有，哎，我刚刚还有没有？我都喊到了，对不对？开水喊过了嘛？佩萱嘛？佩萱有啊？异乡人，异乡人是没来，没关系，不要颁给他， oh. 不要颁给他。哎，他可能还在睡个午觉。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得奖的是，恭喜李友廷，友廷老师。在这边要非常恭喜友廷老师实至名归。其实他一直以来呢都有创作他的音乐，不过在去年参加森林之王拔得头筹之后呢，开启他的音乐路，非常的一路的顺遂。接下来也即将跟一个女歌手有一个很惊人的合作。先颁奖，妹妹，你干嘛？我要叫你去拿奖啊！你跟我握手干嘛？友廷老师太可爱了。好 ，OK， 来你个人 solo 拍一下。来 solo solo solo， yeah， 你前进我后退，转个哎，来来来，颁奖那个，给他讲一下那个这个致辞一下。嗨，请。嗨，大家好，我是李友廷。嗨，就是很荣幸能够受邀这个奖，然后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这一辈子有机会拿到跟时尚有相关的这个奖项。你很时尚啊。会吗？嗯。那其实我觉得我的不管是音乐还是任何关于形象的部分都是由我的工作团队一起共同完成的，对啊，那最要谢谢是我的经纪人力，然后耶、yeah、好，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你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有跟一个女歌手要合作？对对对，我明天还要去录一个那个某位最近要出新专辑的女歌手。我也没有说是谁啦，就大概是台上穿一个全红的衣服的那一位，然后他的新专辑齁有邀请到李友廷作词作曲并我刚说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对对对 对，其实最近我跟这位歌手真的太常见面了。对对对，明天你就要跟他又见面了嘛。对对对对对，希望你们录音顺利哦。好，然后也希望这位女歌手新专辑可以大卖。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在这边呢也要特别谢谢李友廷。